吗？副驾驶安全拍摄，很快就到了哟。还有180多公里，那好快了。我的一直没有停嘛。等一下，你看，跑的这个头发都炸毛了。炸毛很正常啊。前面飞起来，后面也翘起来了。我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这一脚油门蹬过来呀、啊。嗯。耗油、耗时、耗体力。思绪万千。对，思绪万千。这几天又在家里跟这么多长辈们交谈着啊，然后也受益不少，对吧？受益匪浅。嗯。哎，你说大胖儿啊？嗯。怎么说嘞？怎么说？我打死我都没想到，我的白马王子居然是你呢！哎呀，你知道我这个，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幻想着，幻想着我的白马王子是怎么样的吗？嗯，这是真的是相差甚远呢、啊。小胖啊，嗯，我是一介凡人，嗯，而且，嗯，白马王子是什么呢？活在童话里面的人，他是童话的故事。我是凡人呐、啊，对，我怎么能做得到白马王子呢？你想想噻，嗯，那只是你的童话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想法而已啊。所以呢，每一个女孩子呢，她都会有自己的白马王子，跟每一个男孩子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白雪公主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没想到我的白雪公主是你呀、啊。我怎么啦？胖嘟胖嘟的。那是现在好吧？哼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她现在是啥？我是说的现在噻。那我现在我没办法，我们家对不对、哦？我们家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就要出来了呀，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，嗯，借口还是很好的啊，借口非常的完美。哎，说真的，就是每个人嘛哈，都有自己在年轻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吧，都开始有啊自己这些梦想啊，白马王子啊、嗯，白雪公主啊。嗯。但是现实中生活中呢，他肯定不会这么完美嘛，是吧？哎呀，说起这个事情呢，我又有话说了。怎么了？我这缺点一大堆呀、啊。你还好啊，优点也不少啊。哇，你看我。嗯。又是一个急性子。嗯。啊，说话又很直接。大家说的我吃饭也是吧唧吧唧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啥，这个其他的这个，我都暂时我还没发现哈，可能比较多，而我自我感觉良好。那本来是个急性子，就证明做事不会拖拉呀。然后，吃饭吧唧嘴的话，这个东西跟你从小的生活习惯有关，但是也是真性情啊，你不善于掩饰啊。啊，掩饰不了啊。那所以嘛，所以有的东西都是，这个东西慢慢来嘛，慢慢改嘛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因为我是凡人。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任何一个人理想的生活跟现实中，不是有句话叫做理想很丰满。现实很骨感。对了，所以也有说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两个人走到一起，我觉得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对吧？啊，那说的我哎，有趣的灵魂啊，万里挑一，所以就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些别的东西打动了，是吧？你就说我不好看呗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真的没有。那我也有很多缺点啊，对吧？你还是刚刚看到我你很喜欢，但是事实上相处下来我是不是很多缺点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也给予了很多包容啊，是吧？人都有缺点的，没有缺点的人那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不管是谁他都有缺点，他不敢保证他没有缺点。再成功的一个人，他可能没有我这种人这样子哈，咱们是怎么样呢？成功的人可能在某一件小的事情上面他会纠结那么一下下，但是对于我这种不成功的人呢，可能我会纠结很久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在这方面呢，我就要不断的去学习，不断的去改进，是这样子，对吧？嗯，人就是这样的嘛，通过生活啊，然后呢通过成长啊，不断的去完善自己嘛。嗯，大千世界茫茫人海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碰到的，大胖儿，
有些人一辈子也遇不到，对，所有的相遇都是其实都是一种缘分，因为有缘才得以相见，遇见了我们就要好好珍惜，不要轻易辜负，更加不能随便抛弃。哇，这我必须鼓个掌啊、哎、认真开车嘛，我很认真的，你看我头都不转，真的是吗、嗯、对，说的非常有道理，因为不管是我们之间情侣哈，或者夫妻哈，还是朋友也是啊，因为缘分它不会随意而来的嘛、嗯、是因为相吸，对吧？对，人家喜欢我们，或者是我们之间互相吸引，嗯，那份也不会永远无期，因为天下不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吗、嗯、对不对？所以份它也不会永远无期的嘛，所以固然我们要呵护，相遇呢总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真的是始料不及的，谁也无法预料你下一秒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吧？对，所有的相遇都是不经意间的安排，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感情我们源自于我们自己，应该有一颗珍惜的心，你觉得呢？那必须的。然后真正的得到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又源自于一份感恩的心态。对，每一份相遇咱们都是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对待它。嗯，所以不管是我们的相遇啊，还是我们跟有幸刷到这条视频的所有朋友们的相遇啊，对吧？对，我们都很感恩大家。对，嗯，这也是缘分。对，然后不是童话世界咯，是现实咯。我们一定要珍惜好来之不易的缘啊。大胖哥你看夕阳马上就要出来了，哇，夕阳夕阳红，夕阳西下，狼啊个狼啊个狼，一个大胖鹅带着个小胖胖，然后呢？然后回家，等待着我们的小小胖胖出生。